得这个就是说非常友好，它就像你在沏一杯奶茶一样，而且吸进去味道有点甜的，就是说这个能够阻断或者是降低一些传播，是吧？担心啊，担心有影响。然后我今年被隔离了两次，然后上班的话基本上出去玩和朋友吃饭基本上都不敢了。